主席，政府每年來到立法會要求就這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取得批准，去到財委會最終拿到撥款，這個都是一個每年的例行節目。因為裡面其實是涉及金額比較小，不需要是以單項來走立法會程序的工程項目。咁啊，匯總起上嚟咧，銀碼好似好大，但係其實咧，你除翻開咧，就係各個部門呢啲細工程咧，其實係即係都講緊係比較細嘅金額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就係喺一般情況之下咧，就我哋公務小組亦都唔需要話即係討論好冗長。咁去到財委會咧，亦都唔會話即係有咩嘅阻撓，除咗就係攬炒拉布嘅年代。主席你可能都同我都記憶猶新咧，曾經試過咧喺公務小組嗰陣時做公務小組主席啊，六次會議咧都冇辦法處理到喺公務小組咧係審批呢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咁啊結果咧就唯有咧就係直去財委會，咁而都咧好慢嘅時間咧先能夠即係過到。因為4月1日咧就有開始呢啲工作噶啦，咁而且實際上你喺之前要攞到撥款，你先至可以具體嘅綠燈攞到咧，先可以開始一啲需要嘅各個部門啊需要嘅工程事務。咁所以嗰陣時咧就的確咧係對於我哋政府部門啦嚇，呢就都幾大影響，咁亦都對業界咧就好大影響啊，亦都有業界嘅。特別是中小的承建商來到找我，但我那時候都一起去反對這種拉布攬炒。不過今天就花少少時間講回這段歷史，都是真的值得我們記住當時的惡劣的情況。所以其實這麼多細項目，其實的確你要拉布就很容易的，是難揾啲項目問咧，咁啊真係你唔答到好似又唔啱嚇，你俾佢問都好似又唔係好太有道理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成為佢哋拉布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工具。咁啊，今日我哋唔會遇到呢個問題啦。其實我見到委員問嘅咧，都係一啲政策性，即係有啲相關嘅特別係咧點樣去做好個工程管理嚇相關嘅問題，問得好嘅。我其實咧就今次收到的文件咧，我就嚇咗一跳嘅，因為以往咧由每年百幾億到200多億，未見過有400多億咁高。咁我再睇翻嘅細項咧，其實咧你減咗呢個土地徵用嘅費用咧，其實係工程方面咧，其實同以往都相若，多咗一啲，但係就其實係都係相若啊。今年咧計一計咧就係。就即係減咗呢個土地徵用同埋呢個電腦化計劃咧，係143億左右啦嚇。咁同舊年咧係138億左右咧，其實有相若嘅。咁所以咧呢度咧我就冇咗即係開口嗰種驚嚇啊！點解突然會使得咁多錢咧？咁不過咧，對於土地徵用咧，其實我又覺得有啲即係都值得問一問，因為今年咧呢度咧嗰個總額咧係。249億咁滯，249億。咁我相信同我哋而家大力即係開拓，譬如北部都會區啊，咁徵地嘅相關啦。不過咧，其實徵地咧，雖然唔係做工程，但係實際上咧都有好多行政嘅方面嘅工作嘅。咁你要徵地嘅呢個補償嘅費用啊等等，都要徵用費用使出去咧。都唔係咁易嘅，一定有好多嘅即係行政工作做，所以係咪真係今年內咧會呢度咧就會使到249億咧？呢個有個疑問。咁啊，舊年係細啲嘅，99億幾。咁啊，舊年嗰個咧是否又使曬咧？咁我就即係都值得問一問嚇，唔該。
多謝翻議員啦。其實我哋今年咧會使咁多錢咧，都係由於好多新發展區陸續上馬，特別就係話洪水橋、下村二期啊、古洞北、粉嶺北餘下階段啊，同埋係元朗南呢啲嘅。咁呢啲都係大型嘅發展要收地，咁所以增加咗好多嘅撥款嘅啫。咁其實我哋行政方面咧就盡量係將土地收咗之後咧，其實係政府方面咧有責任係賠償翻俾嗰啲受影響人士，所以我哋預嘅錢咧都係預翻相確嘅銀碼啦。咁但係當然我哋憑住經驗咧，就唔會係全部撥款。當佢啲土地係回歸即係復歸翻政府嗰陣咧，全部係計曬落去㗎。咁我哋憑經驗咧，其實睇翻佢嗰個發展嘅項目，大約係咩月份去係復歸翻係政府嗰陣咧，嚟到落一個百分比嘅。咁其實呢度都已經係做咗一個嘅調整喺度嘅。頭先我問就話，譬如以舊年為例嚇，99.5亿咁即係是否舊年就全部即係使曬呢啲即係預備金咧？我哋呢個係準備金嚟嘅，咁我照我嘅經驗或者係認知咧，係未曾使曬嘅。咁好，好唔該。主席啊，仲有好簡單問題，可唔可以容許問埋啊？就係即係項目總目702度咧，港口及機場發展咧，呢兩年都係零嘅。咁啊，當然啦，機場嘅發展就而家即係三跑啊等等，就係即係機管局噶啦嚇。咁亦都唔需要嚟政府呢度攞錢。咁但係咧就係機場同埋港口咧，畢竟都係有政府設施噶啊，包括呢個民航處。咁即係裏邊係咪都會有啲小工程咧？覺得呢個所以點解係零咧？好奇怪，可能咧係相關嗰啲嘢咧喺第二啲分目裏邊出現都唔定。咁所以呢個好簡單問題，可唔可以都回答埋咧，主席？邊位可以即係作答啊？或者將個問題帶翻去，即係再好啊！或者會後文件補充翻嚇，唔該。